来开好了，好，我来开呀，快点开了，我靠，什么？这慢？不是啊，谁？我以为是帝王蟹，我想说帝王蟹装不进去这里面啊，这种是脚长的。那你把它抓出来，半活半死的。他嘴巴有在动啊？怎么样，海怪？因为听说你很，这是你。我是很怕卢汉吗？我没有怕海鳗啊。哎，是吗？对啊，我怕蜻蜓。哦。哎，要重录再给我两天，我再抓蜻蜓。这有人喜欢吃我做的饭，再痛也要炒。没有，这样刚好一份。有人点炒饭吗？有人炒饭吗？特级厨师，亲自炒的，好帅！看看，超帅，用心哦。炒到火上，上面还可以。好，好吃哦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如果真的对我讲，如果要赚钱，真的不会来。你要捐款没关系。没有啊，这个真的是哦，真的。少来，不要又咳嗽。我帮你开，不然不小心打开了。来，怎么着？莫名其妙的。哇！这次真的还是要谢谢你，给我这个机会。